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自我介绍。哦，等一下，今天要来开箱玩具，是何玩呢？在这之前要先介绍一下这位助理，然后呢，一样。这个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今天要介绍何玩，有史努比何玩，我这个是拿出来放到里面的，放这个盒子里了。然后呢，不要怀疑，这些不是要套圈圈哈、啊。这个是蛋黄哥，也可以套圈圈啊。这个是精灵宝可梦，这个是角落生物。好，那我们从……然后你看呢？你看这个贴纸，没错，是从板桥大人买回来的。先开这个，对，这个这个已经开有过了。两个是弟弟的，然后有两个是助理的。一个是我，教室是我住，然后这个史努比是我们家人的，然不后，要怀疑，我们就是那么孝顺。对，然后呢，先给你们看标示好了。OK，已经排好了。蛋黄哥，这边有标示，就是你对。蛋黄表示，哥哥哥哥哥哥哥对，要看人可以按暂停，哥不要唱歌啦。哥，然后这个，它上面不是有个字？没有，那不见了。好，然后这边有这个，它的内容物就档案。那其实还有一个纸，那个是一个放碗盘纸，只是说那个纸不见了。来，你们想知道我们抽到的是哪一个吗？等一下啊。好。等下转轮盘给你们看。OK，然后呢换换这个，然后我现在要转轮盘喽。好吧，不用理他。好，这个我们抽的是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先打开吧。然后先给你们看一下标示，日文标示，然后还有国语标示。那已经几乎忘了多少钱的我们，在它长这个样子，干嘛啦？我表演睡觉给大家看，结果啦。好，然后呢？结果好，另外是史努比这一款。史努比这一款，我把它放在小盒子里面，然后我们想，里面还有那个其他的，这样我来开，然后它可以这样，等我一下，它其实是这样开，对，然后呢，里面还有其他史努比，我们的是这个，来给你们看，爆米花的，这个爆米花，等我们爆米花这一块，那标识在这，这里也有标识。对的，这边它是有那个史努比的那个漫画感觉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看吧。不一样，不需要不输的呀。我看一下。不需要不输的呀，给哟。好像这个很难拼，所以我们就不讲。有，那里面有一些是之前有，可以不要重。然后里面有一些是之前，所以不是代表自己。有，因为这个我们的家人很爱，就是努力爱好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！我很恨史努比。这边有两瓶可乐，一个杯架。然后爆米花跟眼镜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可乐两杯是这个。等一下，爆米花拿出来，爆米。作业不见了哎。是吗？等一下，我看。爆米花。这个啦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不是啊。然后眼镜，眼镜不见了。眼镜在这。然后眼镜。妈妈。可
可乐，两个，一道它里面只有酱汁而已，爆米花一份，跟杯架一个，把包拍下来。像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顺便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好了。这七块款的都是以前买的，可是没有介绍。然后我觉得这款我觉得蛮经典的，这一款，好像，它是一个电视机，电视机。然后这个是洗碗槽，然后香蕉，不知道什么会有香蕉，然后史努比盘之类的，好把它收起来。然后OK， 那最后当然是介绍我们最经典的饮料角落生物，那我们把它打开吧，后面有个胶带给它开。然后，OK， 然后打开，打开，然后，哇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啊，想要这一款，那它真的有这款。后来我发现是，其实旁边这边有提示，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有提示，旁边给你看一下标示。哎，真的，可以不要摔着。你干嘛？看东西。你先帮我抛呢，写我的名字呢。等一下。你为什么不帮我抛？上礼拜都跟你讲，你抛就对了，你又不用带，那最近都我在带。但是因为它有点无法对焦。等一下，好，就这样，差不多这样。OK， 然后，像这样的样子，这套是一款小白熊款的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叫什么，一直忘记。然后这边。有这个贴纸。上礼拜过年有奖，昨天才奖。上礼拜过年没奖，就要过年后才包呢。然后。我过年就跟你讲了。这个贴纸。人家一两天都出去了。这个贴纸，跟这个贴纸，这是一个包覆贴纸。然后是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像寿司，然后这是上面那个。然后这个是盖棉被，然后这个是豆皮球丝，对的，然后把它放进来，它是一个小桶子，那个桶子是铁的，铁桶子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那这我都开过，然后。我这是在板桥大人白买的，你们可以继续看看。对，这边长这样子，我把它点关起来就可以了。拜拜，记得要记得要干嘛呢？不知道，等一下。记得要订阅我哟，拜拜。